雞肉含有豐富的蛋白質、維他命 A、維他命 B 集、鈣、磷、鐵、銅等營養素，可以增強人體免疫力，補氣補血的功效，很適合產後的婦女食用。
多謝收睇呢一套影片。如果你鍾意嘅話，記得訂閱同埋撳埋隔離嘅鐘仔，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最新嘅影片通知。多謝。